我们看这一题，它要求这两题的中位数了。我们先看第一小题哈，第一小题你要把资料重排，资料重排以后哈，最小资料是一嘛，一、四，哦叫一、四嘛，啊再来是六、六，啊再来是八，啊再来是九。好，中位数就中间那个数嘛。哦，这叫奇数的数，所以中位数的话就中间那个，就这个就是了，这就是 M1 啊，哦，中位数，中位数呢是等于6， M1 事实上也是等于 Q2 了，哦，第二次分位数。好，再我们看这个，这个的话哈，它只多出了一个8，其他都一样，所以我就把8塞进去，1、4、6、8八九，现在有六个数了。六个数的话，哈，我就分成这个，就是分成两段嘛。啊，然后前后段的话，哈，那它的中位数就是中间这两个的平均值，所以它的这个中位数，哈，就等于六加八除以二，这是等于七。第二小题中位数是七。